大家好，我是蒙面鸟哥。今天我们带小黑来练习一下飞手。小黑，来，飞上来，飞上来。这小家伙太懒了，给你吃吧。小黑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来，来，过来！小黑。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来，小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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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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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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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逗逗小黑几下，他不来了，他要自己找东西吃。看一下。刚刚啄到的一个什么东西，前面是我给它放的一碗水，哦，飞这么远。小黑，来，再吃一点，往哪儿跑？不是来抓你的，给你吃东西，张嘴。还想不想吃？完了，小黑飞高了，飞在上面去了。不要飞远了啊，他又下去了，不抓你，给你吃东西，张嘴，张嘴，吃东西。吃饱了没有？好了，不跟着小黑了，跟着他老是飞。等一下，他肚子饿了就会过来找我。喜欢小黑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，我会经常带大家跟他一起玩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